官，今天你又帶我出嚟威喎，仲請我飲酒，點解咁好死先？必須要帶你出嚟威威啊！因為咧今天就是呢個 Wine Dine Festival 十週年 ，OK，、十年了喎，有冇嚟過先？我一次都未到過。其實我都冇嚟過，咁啊今天點解會嚟呢？就多得我哋啲好朋友啊，好兄弟啊，Jackson 哥哥，咁啊邀請我哋過嚟咧就。試下佢公司嘅酒啦，同埋即係俾我哋都認真了解一下呢一個已經舉辦咗十年嘅盛事，究竟咩環境先？喂 ，Jason 你好。好。Hello， 各位好。係。咁啊，想問一下你，今年第幾年參加呢、這個？今年我哋第六年咯。第六年啦，係啊，都算有歷史悠久咯，可以話，即係唔係話嚟足十年，但係六年都話幾好，幾好成績啊！依度幾好，真係好熱鬧喺度。咁你覺得有冇啲喺之前喺呢六年裏邊有啲咩變遷咧？有啊，一年比一年大，真的很大，而且一年比一年多人嚟咯，即係多好多遊客，多好多即係香港市民啊會嚟呢度，咁多好多人嚟。但係往年咧，其實係咪都有咁多個 group 㗎？唔係啊，往年嗰時咧，其實依度係新擴展出嚟㗎。上年咧，其實去到差唔多少咗依個位啦，總之咁。但係今年咧，擴展咗去金鐘，去到過太正中嗰度，所以好大，即係一年比一年大。即係今年好似有時三百幾個單位。唔係啊。呢、這個我知道啊，450個啊！哦，你好熟啊，熟哥！呢單嘢真係冇講嘅啦，你熟哥。嗱咁啊，喂，咁啊，嗱呢杯又頭先試飲完啦，咁有啲咩招牌嘢、鎮店嘢介紹下先？好啊，嗱，因為我哋慶祝十週年啦 ，Wine and Dine， 咁我哋其實我哋主打咧係 Wine 係 Gin 嘅。Gin and Tonic， 咁我哋有依支鮮酒，咁依鮮酒咧就好得意，因為就係佢有好多好多果味，有啲橙味咁樣嘅，咁所以你即係如果譬如香港啊咁嘅天時咧，咁天氣咧比較熱，所以你飲 Gin and Tonic 咧夠凍加冰都唔好飲。其實都啱女仔飲嘅，非常啱女仔，係啊，即係。女仔就反而中意飲呢只多，定係會唔會係啱男仔請女仔飲咧？都得，兩樣都得。即係嗱嗱搞掂，嗱搞掂咁樣啦。最好咧就男女都啱嘅，最緊要依個重點嚟嘅啫。咁我覺得阿滿你應該入手多啲呢一個嚇。送俾你好多女粉絲飲，我第一支送俾你。多謝。咁呢個我哋咪後再傾下有啲咩 discount 先，好唔好？好，好，咁你依嗱嗱去深啲嚟先。好 ，OK， 冇問題。Thank you。喂，咁啊，敏兒，我哋一陣間睇下仲去邊度 hea 去邊度蒲，因為我知道咧，除咗飲酒之外咧，仲有好多好嘢食嘅。我知啊，頭先沿途經過又有即係一啲燒烤啊、海鮮嘢啊、生蠔啊，又呢樣嗰樣，我就覺得。都是應該今次輪到我請你吃啦，係嘛？喂，你請我喝酒，謝謝我請你吃嘢 ，OK 啦。多謝阿娘娘，OK， thank you。Thank you。嗱，今日嚟到我朋友嘅 booth 咧，咁當然就要試下佢哋嗰啲酒啦。咁佢哋剛剛都教咗我調一隻酒嘅，咁佢哋話咧都啱女仔飲，因為咧入邊係有 grapefruit 嘅 gin， 再加呢個都係 gin 酒嚟嘅。佢話好簡單，我又試下睇得唔得先。其實粉紅色是很漂亮的，我倒一點啦，不要飲那麼多了。 OK， 再扣埋這個，這樣 OK， 這樣當然要加一些冰了。 OK， 接著就是做 shake 的過程了。我不知道要 shake 多久， shake 勻少少啦。 OK， 好。咦呀，嗱，都是有啲淡粉紅色的，咁我會再加翻啲 tonic water。其實我覺得應該都加多少少冰會好飲啲嘅。唔好意思啊，唔使嘢，唔使嘢。好嘥酒嘛。好啦，送俾你哋飲啦。好。望呢度先啦。